我给你看看，你来尝尝看，笑得好有意思，尝尝看来。笑啥、啊？不能笑。你再唱一次。我再唱一次要给钱了。来，桂英，你跟谁可以来？你看啊，听完大家看啊，我今天不是拆他们外国人的台，你看是阿拉伯人啊，包括我们的安德烈，他们唱的时候也是很非常非常的在吃力的唱。我刚才没看一个小小的雷，你看唱起来好像那么样的，实际上就是这个高，就是这个高。我们一定要把他们那些铺露出来的东西把它隐藏起来。我们华人，我们中国人就是喊二胡，打的是八卦，就不要学到那些东西。啊，来，唱腔呗。不对，谢谢你来，对吧？Oh!
知道吧？这样，不然真的找这种感觉吧。这样子是重要，就是非常，不要想着拿其他，上火了。找到没有？对吧？明白我的意思吧？为啥我要这样做？我刚才也唱不上去啊，但是我用我的方法再把我再归一下泪，归到管子来，就变成。